当前级别表吧，级别保险。还有一百，我多少分啊？黄金。我抢东西。拍个啥呀？拍一个，没开呢，开个屁呀！没开始呢。什么意思？怎么声儿那么小呢？一级的应该都没什么有用的玩意儿了。随便摁一个得了，这俩拿一个，给个橙装吧，要不给个橙装。哇，石头人要超神呢！石头人，哎呀，他一下三滴血，超级加倍。
朕以待。猴哥，你还把这包妮儿撇了呢？这包妮儿没啥用啊。大剑拉夫，来把隐血剑吧，先。我决定再玩把潘森。你把拉夫给我杀了。可以。这玩意儿那也太垃圾了，啥呀这都是。一打四，能打吗？还请光临早使，叫声不容吧。拉夫一人打俩，剩下的人打右边的。这把怎么屠龙那么多呢？你给个瞄准镜，我就玩拉夫，怎么样？这拉夫也死不了。
来个三角形。打死一个呀！狂印。圆弧也行，圆弧吧，我不一定玩拉夫，他没瞄准镜玩不了，换一个，换赛芬呢。能玩潘森呢，是潘森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潘森昨天那么玩肯定是不行，强度就不够。这把只要赛分潘森到二，我必吃，明白没？我是必吃。我为什么拿了个锁子甲没拿攻速啊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我攻速呢？我不拿着攻速吗？哎，我他妈真服了。谢谢皮卡丘雷丘的两个飞机，我攻速呢？我要核泰坦呢？
哎，好烦。一胜一败呀，有点坏菜呀。那再把七级我们直接递得了，这也别拉八了，还拉什么八？七级直接两星赛分，这不骂你？别给锁着甲了，狼哥，给两攻速吧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变形重组器，这也没变出来啥玩意儿了。求你了，狼哥，给俩攻速吧，给俩攻速，一个魔抗，两个攻速。一个攻速，两个攻速，给个魔抗吧！哎呦喂！天真一对，天哪！这可怎么整？算了，还是拉八吧。以我的钱，我感觉拉八应该没啥问题。谢谢黑白的钻石粉丝儿，不就两轮吗？看看下个什么海克斯啊？看完海克斯再拉。无尽给了，不急。现在我们差俩攻速，一个魔抗，下边选魔抗，然后选秀拿俩攻速就 OK 了。狩猎并进，狩猎吧，狩猎要。这轮没打过，下波直接开地。太他妈惨了，这都是嫖来的吗？直接开地，不默契。拿攻速，看看我们运气啊，看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。收获的季节到了，一起来吧！
有潘森，这些蓝炼汉真的细，没有潘森只有赛分。拿攻速，攻速还他妈合了，那算了，不拿攻速，给赛芬上银血吧。这个扔，这个扔，这个扔，这个扔。潘森一张也没有啊，干嘛呢？哎，这为啥猴哥上不去装备呀？先给猴拿着吧。外面潘森也没有，哎呀，这一天太他妈难受了，他地上啥没有，怎么这么恶心呢？这一天妈的要啥啥没有，外面没潘森呢，我也没瞅着潘森这个籽儿，一张也没有啊，怎么就递不出来呢？怎么就那么奇怪呢？我不理解。你潘森呢？不知道啊。谁知道那潘森上哪去了？你才递多少钱？那还得递多少钱？还要递多少钱？一共就这么多钱，还得递多少钱？你看看人家七级，我操他妈的，人家七级侠多少张？人家七级侠四张，滋滋四张，一张银马，三张杰西，我操你哥了！出攻速啊，没钱了，这他妈还不出攻速？哎，我去你妈了！真是，我是真服啊。潘森大哥可算来一张，可不容易，给反甲得了，没东西给。
算了，兄弟，这个赛分还是放弃吧，真的，这赛分还是放弃吧，还是别玩了，玩不了，真没有啊，这牌是真没有啊，就这个幽影龙啊，就这个幽影赛分加潘森，确实玩不了。我就看着全场一张也没有啊，我连个两星的都上不去啊，我连个两星的都没有，人家全是玩冒险侠的，现在那侠都能升到二，我都不知道这牌上哪去了，就我就是真是不知道这牌上哪去了。